最近因为搬新家，我们家换了更大的冰箱。几经对比，最终我们挑了 Higher 的这一款四门冰箱。它的容量足够大，有540 liter， 而且有 TABT 非凡抗菌技术。除了抗菌之外呢，还可以消除冰箱中的异味，防止食材串味，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食物有股冰箱味了。冷藏区有干湿分储的空间 ，HCS Plus 抗氧化湿润区，湿度会保持在98%，因此达到2倍更持久的保鲜度。而 MyZone 具有变温系统，温度可以配合不同的食材做出调节，如5度档适合储放蔬果，3度档适合储放奶制品、干果等等，而0度档则适合储放即将要烹饪的海鲜或肉类。还有这个贴心的饮料架子设计，存放饮料就更容易、更整齐了。它的表面采用的是高品质钢化玻璃，而且是电子触屏，非常高级的感觉。更让我喜欢的是超薄机身设计，放在我家厨房里更美观。还有，一次购买大量的肉类也不用怕了，因为它有速冻功能，能短时间速冻保鲜，所以呢，营养和口感也不会流失哦。